上山嗰時見到只色機喺度盤旋緊，我話唔知可能話唔知咪發生咗啲咩事咁。咁上到去山個艇嗰度咧，就見到阿男阿女，跟住佢話報警啊。十一點零鐘嗰時冇咩，係少少雨。上到半山嗰時就開始橫風橫雨啦，又行雷啊、閃電啊咁啊。行雷持續咗幾耐到啊？十幾分鐘啊！條路就唔算難行，因為佢係嗰個郊，係一個馬鞍山郊野郊野徑嚟噶嘛。上到嚟就唔係好難嘅，上到落翻嚟。但如果你上大金鐘或者去馬鞍山咧，就比較上難啲啦，因為行翻嗰個馬路徑嗰邊咧，嗰啲山比較上危險同埋高。咁尤其是今日咧落，即係行雷咧，就千祈就唔好，儘量唔好上去咯，因為你高地方好易劈噶嘛，嗰啲雷。